你回来了，你不要出去了，你上来，你不要在那边抖哦，你很任性哎。喂，你会不会戳我？会呀。那还是别排了吧。你要相信我的吗？不行，你都发文说你的优米没了，要跟你排了。我已经被两个人删好友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敢。是真的删哦，还是开玩笑的删？开玩笑的删。笑死。那没关系，反正我没有你好友。29个月。今天会有第三个人删你好友了。不要啦。你没有开台哦？没有，刚起床，懒得开。先搓一下。今天会有第三个人删你好友了。啊，我应该被优咪的靠。能玩凯莎秀一下吗？不是啊，我配了一个欧安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能秀的。可以耶，我可以让你秀 S 姐。其实我有虚弱。你是大彗星还是艾丽？艾丽。大彗星 POK 很强。小蛋有猫咪输了。其实会玩的猫咪很强，可是我看了一下对面的是达瑞文跟那个谁，跟张宇，然后猫咪一定在我身上嘛，那这代表我一个人要躲两个人的招。不能接受。不会啦，我不会让你连输两场的。来，大家下注，这场赢还是输？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管这场赢还是输，下路赢还是输就好了。我是觉得这两只有点难打啦，我们两只打的话，这两只其实很好打，只是我们选的角色不适合打这个。我怎么没附身到？没关系，快点上车，输到爆气。这场玩会删好友，有 FV 好友啊。你家附近有八方，我家附近在樟树国小旁边啦。所以你现在也住戏子哦？没有，现在住中坜。中坜，桃园啊？哈？哎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是地理白痴啊？我应该比你聪明一点点啦。那你不知道中坜在桃园？但是就没去过桃园。那嘉义下面是什么？来，港仔片师给你三秒钟时间想答案，三、二、一。不知道。嘉义下面是云林呐。大家一起来跟港仔上地理课，这个是台湾，然后这里是嘉义。嘉义下面是云林呐。小姐，嘉义上面才是云林好吗？我们打你打是云林吗？云嘉南啊，好像是台南。哎呦，你这个在考验我的走位哎、欸！我不是、欸，你有被动吗？还没，漏爆车了！
哎，其实换个辅助也好，比刚刚那辅助好几百倍。没有眼睛，好可怕哦！打野跑去哪了？你可以去插个眼就回我身上了，点他一下，呵呵。Go go， 进来！我没点燃到哎、欸，没有视野。怎么办？哦，我第一次叫一只猫咪进来，不是叫一只猫咪出去。你，其实你会战的时候就在我身上就好了。你知道我平常跟干爹打，我都是跟他们说他妈的，你们给我出去！我跟你打，我就说你进来。为什么一直要在我体内？给我出去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十八禁台先到这。你应该叫你男友好好的教你何谓进进出出。每天都在复习哦。哦呀，每天都在复习。有见面就在复习哦。哦，你这样子讲，我怎么？我以为你们住一起。要死啦！哦，我看到了，你死了。妈，你怎么死了？妈！不会被 ban 啊，是教练？不是，我刚就在分心。我好，你认真打不太好啊。我刚被欧安的言语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不好好打架，那边进进出出。因为附身的 Q 比较好中，不附身的 Q 他妈贼鸡巴难中，完了完了，真的要打不赢，我来上上啊！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出去？你为什么要出去？帮你 A 他，不，你 A 他也要回来啊！你 A 完他要再回到我体内，这样，哦哟！你看你一出去，他就往我脸上射，很热。对不起，我剪不下去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啊！你回来了，你不要出去了，你上来，你不要在那边抖，哦，你很任性哎，大毛，不行，快不行。还射我，大毛，表示我很生气。他猜我把局了。被我打了。不是、啊，你知道这个双排他在表示什么吗？他刚在那边懂是说，我现在很生气，我的猫在炸毛。炸毛。你上来，你会被大夫我们。我很生气哦，很生气。啊！他更生气，他打我。痛哦。你怎么会这样放大绝？哦，水准。我又再次体验到没有辅助的感觉。哎呀，辅助收掉你的人头了，大毛。啊，不行了，这只是一只会在外面抖的猫。你附他身，哇，你是不是又想害队友了？哪有，我在帮他 A， 他就没技能好不好？小野猫你敢嘴 AD 别死。喂，我是被这只辅助害死的，为什么是叫我别死？
跟谁排？跟性感小野猫，跟一个爱放闪、整天跟他男友放闪的人排啊。然而没关系。你是谁？单身自由。为什么单身？向往自由。每场都被下路嘞，没事啊，我都开这只出来了，我就不在乎胜率了。你为什么在那边发呆？我没有注意到我下来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组合非常的好，唉，就是下路爆了，我也没办法。花小，啊，给我点头。啊，算了，躺着也能赢。啊，我认真打的时候怎么就不会赢啊？哇，我真的没有投哎，零颗投哎，他妈的，都已经消灭敌对了，然后我零颗投，哎，原来我是啊，我知道了啦，我就是属于那种只要躺着等别人动的那种女生。子瑜哦，对，啊，我认真打真的都不会赢哎。他妈的想说算了，随便打，然后就赢得莫名其妙。想出的时候出不了，然后重点是这个 Yumi 前面出到我给人家骂，然后他现在 Yumi 战绩最好，比我好，我的天啊！为什么我的血矿没了？哇！我还是没有投哎、欸。你可以帮我补一下血吗？你回来一下。你不要脸混战都遗忘我。我去帮他们抓呢、欸。太难过了。可是，在淡水就很远啊。如果要到台北市的话，可是平常我不出门，我有没有朋友。哎，好心酸哦。你又没朋友，你哪来没朋友啊？你的照片都一堆人。来，让我们查证一下。好啦，只是开个玩笑。懂那种是那种久久才有一次的，好难过。那你没朋友出来都不知道是几百个礼拜、几百个月前的事情。要这边装的好像很有朋友。没关系，你还有你的干爹。干爹都不要我，干爹都不要你，男朋友就好了。天哪，男朋友就好了。好帅。拜。不是啊，我这场干了什么？这场就一直死就赢了，操！奥米凯瑞，他很炸毛。AD Carry， 哎，这场居然赢了，真是神奇。